说近些年陈冠希改变最大的地方在于什么，那一定是少不了疯狂的晒女儿和妻子，而我们的 The Liar 小公主也自然成了大家的关注重点。从穿搭到球鞋再到环境， The Liar 实力演绎了什么是潮流，要从娃娃抓起。除了给予穿搭的灵感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The Liar 刚出生就拥有了他爸口中的百万美金球鞋，年纪小小就已经登上 GQ 杂志，和爸爸上演花式妇女，哎，女儿的专属 T 恤，三口之家的 Air Force 一合集，以及自己专属的 The Liar 专属定制的 AFE 玩具，也是 KAWS 的手办玩偶。趴着的是村上龙的太阳挂，超大抱枕，穿搭不是 Supreme 就是各种最新潮流单品，合影的对象不是 Ralph Lauren 就是阿布千灯饰。当然对于 The Liar 能否真正引领国内的潮流方向都暂且是个未知数，但是有爸爸的熏陶，相信也一定能成为潮流圈的领军人物。